粉红色套装还有媲美韩国天团 BLACKPINK 的绚烂舞步，天心教主王心凌带来前所未有酷帅风格的舞台，想要来点抒情音乐，马上安排。温暖情歌加上背后下了钻石雨，再搭配王心凌的神级美貌，根本是仙女下凡。但其实她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就是爱情专家王老师。分手多久了？一天？真的吗？面对刚失恋的歌迷，王心凌话不说太多，直接大方用歌来开导。最美的火花，可以大声庆祝她，可以回家找妈妈。你才分手一天，不会明天就复合了吧？幽默应对粉丝，展现亲民的一面。王心凌也带动大家唱经典歌曲，陷入满满的回忆杀。一首哒哒哒差点让歌迷的眼泪也跟着哒哒哒。王心凌 Sugar High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每一次舞台的人气还有热度都跟她的冻龄美貌一样，永远维持高档，居高不下。记新闻陈韶威陈顺瑞采访报道。